有什么困难吗？你今天面对什么压力吗？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学校是非常热闹，主要是百年校庆，真的我们这里。老师是发生了吗？啊，所以来到这边需要的话，就需要早起来，然后啊，然后需要来到这边，然后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样子。啊，这样老师是为什么有那个动力啊，那份坚持，想要就好几年了都持续来到雪中教书？可能最心中就是因为一开始在这边教书嘛，然后整个环境下好像就不能离开这个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一年又一年，学生老师留下来，然后老师留下来，就这样子一年又留下来。困难，收不下也算是，算是困难。不会啦，你十年前都已经成功了。有没？你是我初一，没有十年呢，你初一。你经常在 FB 有偷着。还好啦，就一点点压力哦，就是来自，还不是因为学，就是你们哦，学生哦，给了我一点点压力。无论面对怎样困难都好，最重要是自己要踏实去面对。戴老师说过了，做什么东西要有点，要有担当。老师辛苦了，我会永远支持你。谢谢。老师，不要在工作上让自己太压力，那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身体还是最重要的。谢谢。老师，就其实今年我也要毕业了的，所以就这里祝老师可能今年以后都可以顺顺利利，对老师你的生活都事事都合乎你想要的，得到你。可以开心的东西，谢谢老师。老师你辛苦了，回家早点休息，加油啊！谢谢你，我希望老师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成就，然后遇到像我这样阳光的学生。好，一定一定。校长，加油！加油！你手在一起加油吧！耶！